诶，安尼，那是要甲买人啦吼，恁十二万五，安尼贷贷，那先着面前六百几万，恁贷贷爱七十几万，到八十万嘛吼。啊，所以伊买了，伊若如果买了卖，就赔二十万啦吼。这可能是因你四万，四万想要卖，但是你讲一万想要保留嘛，四万想要卖，但是卖，我讲了，这有可能卖起是阮一半啦。有可能哦，哦，伊有可能建商若讲好势哦，哦，当前恁那边占定古迹个，还是迄个私定古迹个，哦，伊有可能讲啊，我咱遮废气哦，恁即摆是讲去办牵涉条，讲大家在下下无去试办哦，试办人用强调就是买卖啦吼，伫迄个地方可能袂当一百二十万。所以我们还是哦，你还是说袂当讲啊，当然。一磅阿个当然肯些，但是咱卫生局个讲哦，一磅无，一磅无个嘛，四磅买卖嘛，一磅想要保留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啊当然啦，当然那个四磅个人一定较细个啊，咁啥呢？那四磅个伊当作来讲，四磅个人多个。来看气氛。我认为我们市政府要有一个作为。我们当然业者要甲买，那个我们尽量用，甲迄个用当届人家大家做些沟通，讲啊，这个，咱安保留，搁同款这个历史的价值还是有滴个，啊，希望讲哦，介绍有一个，当大家会当一个，哦，一个尽量甲讲看卖，哦，当然啦，这企业做企业家要甲买，这是一百分嘛。哦，这买了这张保留下，这叫一百万。那我们要主动，就像咱们做布鲁卡同款，哪个做不得清？哦，哪个去跟爱来跟游说，爱来跟讲？哦，蛮讲啊，那个，因为这介绍讲袂好势个，就当车，啊，你来什么跟讲嘛？啊，如果咱市府，哦，咱市府来表示讲，哪个有用心去跟做这个布鲁卡完成这个代志？还要一百万，那无讲个，咱嘛无法做遐侪钱啊！去遐存人个架构，即间起伫遐迄落个啊。哦，你个虽然讲再好讲过，不过你编这个情况要甲架构个，七八千万哦。咱嘛，咱有可能大家嘛，甲啊个认为还是毋是要阶段落啊？哦，当然是迄个咱台南是以文化升格啦吼，以文化升格啊迄个。文化是无价来讲啦哈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认为说哈，我们要鼓励哈，就像咱刚才那个主席讲的，就像鼓励咱团结企业，还是拜托你统一的，哦，统一的是不是会当？啊，机密哈，统一咱台南本土话企业，就像你要主动去拜访一些咱台南的企业，来是认购，哦，还是还是当讲那是。伊买的，咱市政府会当是不是抵税？有诶无？安尼可能这条路较好行。